听好不好？因为今天反正是周末嘛，如果你身边没有人，不会影响到别人的话，尖叫一下，然后放松一下，疯狂一下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好不好？它是舞台上光芒四射的目光焦点，舞台下呢，它又是温柔害羞的大男孩。一起来欢迎我们的伊丽丝儿品牌精华大使英图稳丽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丽丸你好。哎，你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哇，先来跟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好不好？大家好，我是评判进化大的印度文力丸。哇，欢迎力丸。那其实呢，我听说印度文刚刚官宣成为腾讯东京奥运会报道喝彩大使，并且呢上线了腾喝彩歌曲，这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叫印度文，欢迎大家，请听。叫 Into Fire， 对不对？欢迎大家去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歌曲，如果你听过的话，哇，听这个名字都觉得非常的燃。然后说到奥运，我想问一下力丸，有没有特别喜欢或者是擅长的运动啊？我喜欢打排球、游泳。打排球和游泳，哇，这个听起来这两个运动都是可以让自己的四肢变得更加的这个协调，同时呢又很考验技术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哦。那大家记得一定要去多多支持我们新的这个歌曲的完整版。那当然呢，我知道这个新专辑从筹备到上线一定筹备了很久，而且在筹备一件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经历很多很好玩的事情，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 music video 里有放喇叭的部分，那个同事真的很大声，我们都被吓到，大家都笑了，大家都笑你，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拉炮真的是一个还蛮有意思的东西啊，大家可以在最新的 music video 里面再去看一看，可以找到一些什么样新的不一样的小彩蛋。那当然呢，我知道这首歌呢都是以中文为主的。哎，力丸，你觉得你自己的中文有进步吗？最近是的，最近 上课中文，上中文课的时候，就是很多几句中文，学了很多新的词语，对不对？哎，我想问一下直播间各位朋友们，大家觉得力丸的中文有进步吗？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好不好？大家觉得怎么样？很多人都在说哇，很进步，然后很多人都在说力丸不要紧张，很多人都在说有在上课。然后那既然大家都觉得你的中文进步了，那么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学到的，或者说你最近喜欢用的新的词啊？物极必反，物极必反，还有呢？吓一跳，吓一跳。如果被拉炮吓到的话，就会吓一跳，对不对？其实我真的觉得，每一次看到力丸，都会觉得他的中文有了新的进步。那么当然呢，这一次刚刚在直播开始之前，大家都看到一个非常美的一个 TVC 啊、哦，然后他这个力丸在里面念“伊丽丝儿”这四个字的时候，发音尤其的准确。我想来问一下力丸，这一次跟品牌合作之前，你对于伊丽丝儿有了解吗？在日本很有名，在日本很有名，对不对？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伊丽丝儿是连续14年日本市场销售金额占比第一名的护肤品牌，在日本的国民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力丸，你身边有人在用伊丽丝儿吗？我的家人都知道伊丽丝儿。And 我有送给你他们用，哇，这么贴心，就是给自己的家人也分享伊丽丝儿的产品。那当然呢，这一次担任品牌的精华大使，力丸，你自己觉得跟伊丽丝儿的契合点都有哪一些呢？伊丽丝儿说自己上前，我也是这样的，就是非常充满自信的样子，对不对？我相信每一次看到力丸站在舞台上都是自信满满的样子，这也是伊丽丝儿非常希望带给大家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使用了伊丽丝儿的产品之后呢，也可以拥有自信向前的力量。那么当然呢，伊丽丝儿所鼓励的自信向前的生活态度呢，
这个希望未来伊丽丝儿也可以携手力丸，和更多的女生们一起来绽放水浴光。那么当然我刚刚说了啊，力丸作为我们的精华大使来到直播间里面是给大家带了很多的福利的。我先来卖一下关子，我先问一下大家都入会了吗？如果入会的话打一下一好不好？如果大家都已经入会了，我就要告诉大家今天力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福利了。大家都入会了吗？已经入会了对不对？打一下一好不好？好，大家都已经入会了，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福利拿上来。哇，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品牌和力丸一起带来直播间的专属福利，这张海报，哇，这个非常的帅，而且这个我今天真人看到你了之后，觉得皮肤跟海报里面真的是一样的好，而且呢，完全经得起镜头的考验，极其的紧致。力丸，你觉得这一套海报你拍的这个满意吗？很好，我很喜欢，所以希望大家都喜欢。希望大家也很喜欢，大家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我告诉大家如何获得这个海报。我一会儿跟大家说啊，除了这个海报之外呢，同时我们还有一张新加赠的明信片，这个来给力丸，请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这个也是大家之前没有看到过的力丸，我们可以做一个跟这个明信片一样的动作吗？好的，来模仿一下，来来来来，哇，帅气，来一点掌声。是不是非常帅气？那么当然除了这两样之外，还有一个我们特别定制的发带，今天听好了，在直播间里面下单，只有在直播间里面下单哦。如果你在店铺里面直接下单是没有的，就可以把我们的刚刚这一张这么大的海报，还有今天额外加赠的这个明信片的周边全部都带回去，而且今天直播间里面限量是5000份，在店铺里买是不送的，一定是在直播间里面买才送。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想要让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家人或者同学一起来获得这个力丸同款的小颜精华的话呢，记得要把直播间分享出去，让他们从直播间里面来下单好不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链接还没有上线，还没有加库存，一会儿呢我们会为大家开启库存，所以此时此刻你要做的事情是赶紧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加入会员，入会领取了之后才可以获得所有的这些福利。那么当然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力丸同款的产品就是它，它叫做什么呢？力丸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伊丽丝尔小颜精华。伊丽丝尔小颜精华就是今天力丸手上拿的这一支精华按摩二合一的小颜精华，一会儿我们会放在购物车的热门链接，请大家先做好准备，先热热身啊！如果你是第一次买东西的话，记得把你的这个地址啊都填好，别一会儿又抢不到了。好的，谢谢力丸，谢谢，谢谢。那当然呢，刚刚大家看过力丸拍摄的大片的这个朋友们呢，可能会了解这一支小颜精华就是伊丽丝尔最新推出的明星单品，它可以帮助你起到舒缓表情肌，同时四周有效紧致轮廓，让肌肤散发水浴光的这种这个效果。如果说你觉得哎呀我的皮肤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松弛，我希望我的皮肤不要这么水肿，早上起来看起来也是精神百倍的，一定记得要来入手这一款小颜精华。那我想问一下力丸，你知道小颜是什么意思吗？脸很小，紧致，脸很小，紧致，就是像力丸一样，对不对？就是脸很小，很紧致。如果你想下单的话，千万不要着急，记得一定要先点击屏幕上方的关注，然后入会领取，成为伊丽丝尔的会员。如果你已经是会员的话，点击会员专属的按钮，把10块钱的优惠权先领到了。今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下单，还有492块钱的大礼包，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些周边都会送给大家。我跟大家讲啊，有便宜不占，白不占，所以此时此刻先入会。好不好？先入会，赶紧去领，下单的时候就可以用到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我们伊丽丝尔的品牌精华大使 Into One 力丸来为我们一起来倒计时，因为一会儿我们就要上链接了。所以入会了吗？关注了吗？该领的优惠都领好了吗？马上我们就要上链接喽！来，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好准备，也请力丸跟我们一起倒数。倒数结束之后，我们就上链接了。我们一起来倒数，好，五。4 3 2 1，上链接吧，上。现在我们工作人员链接已经上上去了，对不对？现在呢，我们的小颜精华
已经在我们的热门链接里面了，大家把我们的购物车打开，在热门链接里面赶紧下单，仅限5000份。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5000份你可以获得什么，我觉得它有什么功效，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好不好。你先把它抢下来，为什么，因为只有5000份，如果这5000份抢完了之后，海报没有了，明信片没有了，发带没有了，这些都是今天直播间里面才特别特别带给大家，而且这个也是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新的明信片，只有5000份，多一份都没有，所以只在今天的直播间里面，并且今天只要付60块钱的定金，把60块钱定金付掉，7月30号超品日的时候呢，你再把尾款付掉就可以了。而且呢，如果一会儿你还领到我们的红包了，一会儿你还领到我们的这个10块钱的优惠券了，再付尾款的时候，全部都可以抵现的。所以呢，先把60块钱定金赶紧去这个付掉，然后把这5000份特别定制的周边赶紧留下来，因为过了今天这个直播间再也没有了，这些周边就和你擦肩而过了，好不好？那么当然呢，除了这些限定福利之外呢，我们提前也给大家准备了一波额外的福利，我让丽婉来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福利。我的照片。你的照片。照片。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是亲笔签名的照片，想不想要？想不想要？各位想要的话，在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互动一下好不好？大家想不想要照片？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12张丽婉的签名照片，这个呢就很简单了，就是拼运气的时候了，我们会通过抽奖的方式来给大家送出。那么请丽婉告诉大家怎么样参与抽奖啊？这里点一下这里，对不对？这里是哪里呢？就是点一下分享的按钮，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因为我们是系统自动抽奖，只要在今天的9:50之前把我们直播间的链接分享出去，邀请朋友一起来观看，就有机会在直播结束的时候，也就是9:55的时候来参与抽奖，由系统随机抽取12位朋友，获得丽婉亲笔签名的照片。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分享起来了。你看今天直播间里面丽婉又来了，也跟大家聊天，大家我知道都很想听丽婉多说几句，对不对？没关系，我一会儿让她多说几句。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先把握住此时此刻的机会，先把5000份的周边先抢下来，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支产品可以帮你达到什么样的功效。因为现在你只要付60块钱就可以了，这些是非卖品啊，姐妹们。这个大海报，哇，你愿意把它贴在床头，愿意把它贴在这个客厅里面都可以，你甚至可以把它放一个画框，然后呢，这一个明信片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小画框里面，放在你的梳妆台上，每天都可以看到自己心目当中的偶像，而且在外面是买不到的。只要此时此刻先把60块钱的定金付掉，才可以把所有的这一些福利先锁定下来。5000份，只有5000份，我再提醒大家，而且我们今天直播结束了之后就没有了，好不好？那么当然呢，非常感谢丽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福利，接下来呢就要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游戏环节了。大家之所以喜欢丽婉呢，不仅仅是因为她在舞台上非常的有魅力，更是因为平时呢她也有很多不同的隐藏面等待挖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丽婉来玩一个叫做多面丽婉的游戏，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信心满满。那今天伊丽丝尔呢为你准备了4个游戏环节，每一个环节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丽婉，交给大家来慢慢发现。好，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大家为我们来送上这个道具。哇，有一个叫丽婉，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抓娃娃机，对不对？好特别哦，这个在直播间里面给你呈现了一个抓娃娃机。其实呢，它是抓娃娃机，但是呢，我觉得又不光全对，因为这是我们准备的多面丽婉的盲盒娃娃机，里面每一个这个球球里面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丽婉的盲盒，每打开一个盲盒就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游戏，发现丽婉的全新一面。哎，你要不要先试试看啊？这怎么玩？要不要先试一下啊？好的，操作。按这里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哇，很厉害。好，在立完操作的时候呢，哇塞，一次抓了2个。好，既然呢立完已经把我们的抓娃娃机里面这个丸子拿到了，我们就打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好不好？来来来来，让我来看一下。哦，来看一下，
上面写的呢是人间观察家荔丸。我相信熟悉荔丸的朋友们呢都知道一个梗，就是人间观察家。那么到底人间观察家是什么意思呢？我先来问问荔丸，你在生活中当中喜欢观察什么？身边的人，家人，朋友，还有老师。身边的人，家人，朋友，老师，我相信在生活当中喜欢观察别人的人一定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人，对不对？同时呢，我知道你也很喜欢模仿你观察的对象，对不对？对。所以这一轮人间观察家的游戏呢，我们就是荔丸的模仿大挑战。注意咯，我们人间观察家荔丸即将上线。此时此刻我跟大家说，刚刚我们后台给我一个消息说5000份只剩一半了，所以如果还没有下单的话，你们抓紧时间下单哦，因为我怕我们撑不到直播结束，这5000份就已经卖完了，好不好？当然如果你一会儿再下单的话也没有关系，现在你可以先录屏，因为我们人间观察家荔丸马上就要上线了，你先把这个今天想要看的全部都看完，然后一会儿再下单也没有关系，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下，只有5000份。这一轮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呢？由荔丸自行选择观察的对象，并且现场模仿，然后呢由大家直播间的各位一起来猜他模仿的是谁，大家也可以通过弹幕一起来猜他到底模仿的是谁。那我们给荔丸设定了3类的模仿对象，一种动物，一个物品，或者是一种角色来进行模仿。如果挑战成功的话呢，就要给大家召唤第一波红包雨。第一个挑战，想一想你要模仿的这个电影里面的角色是谁呢？如果你准备好的话就可以说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对不对？来吧，我们来开始人间观察家荔丸，开始模仿。 OK。 是谁呢？是谁呢？大家快快快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荔丸模仿的到底是谁？到底是哪一部电影里面的哪一个角色？哇，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哎，刚刚那个再来一遍好吧，再给大家看。大家在说，大家在说 ET， 哎，有人在说 ET， 有人在说树懒，然后有人在打哈哈大笑。我们请这个荔丸为我们揭晓正确答案，你模仿的是谁？黄滚汤鹅城，闪电。闪电，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直播间里面打出来了疯狂动物城的闪电，所以这一轮就轻松通过了。接下来第二个挑战来了，接下来呢要让荔丸来模仿一个动物，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吧，开始模仿。OK。 这是什么呢？我觉得荔丸这个表情他表现出来很狰狞很凶，但是呢因为荔丸看起来又非常的腼腆，所以其实我觉得是狮子吗？也我不知道，请大家一起来猜一下好不好，请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猜一下荔丸模仿的是什么。有人说老虎，有人说狮子，有人说小猫咪。来，我们请荔丸为大家揭晓正确答案。是恐龙。恐龙，是恐龙。哎，我看很多人都猜对了恐龙，这你们也猜得出来，你们也太厉害了吧。你见过恐龙吗？我可是没见过真的恐龙。好，恭喜大家全部都答对了。那么接下来下一题是第三个挑战，这个难度要变高了。我们要请荔丸想一下你最想模仿的一个物品。所谓的物品呢，就是它不会说话也不会动，它是没有生命的，好不好？ Okay.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哎，这很简单吧，大家来猜一猜，大家来猜一猜。哎，这个而且是这个动作大家看到马上就知道，对不对？给大家一点提示好吧，给大家一点提示，给大家提示模仿的是什么呢？模仿的是什么呢？对不对？是什么呢？大家在直播间里面大家打的是小颜精华。来给大家揭晓正确答案。伊丽丝尔。伊丽丝尔，小颜精华。对啊，因为它是精华按摩二合一，所以刚刚荔丸的动作是先点一点在脸上，同时呢再用我们的滚珠可以进行一个按摩。不愧是我们伊丽丝尔的品牌精华大师，真的非常非常敬业。那么当然呢，精华大师已经模仿了这个动作，接下来我们就请荔丸跟我们一起向大家展示一下小颜精华二合一的秘密，好不好？这一支小颜精华请荔丸先把它打开啊。好的。这一款精华呢，接下来啊请大家
我来做旁白，由力丸来给大家做展示，好不好？让你们看一下模特力丸是什么样子的。这一款精华它自带独特的滚珠，使用的时候呢，像这样轻轻拉开，拧一拧，旋转180度，再对齐了之后呢，精华露就可以被挤出。挤出来了之后呢，你可以把它涂抹到你的皮肤上，然后再把它拧回来，然后再用我们的滚珠这样进行滚动，就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脸部的按摩了。操作非常的简单，并且呢，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也是以丽丝尔小颜精华独有的，配合精华按摩脸部，促进吸收，也可以促进面部的循环，从而快速有效的提拉消肿，放松脸部肌肉，大家自己在家里就可以轻松获得沙龙级别的护肤效果，随时随地 get 紧致小颜。刚刚已经下单的，记得一定要坚持每天使用。非常感谢力丸，非常感谢我们的品牌精华大师英图文力丸。我相信你也用过我们的产品了吗？你有什么样的心得吗？放在泡里天天用，不排漂。表情纹，表情纹，哇塞！哎，我跟大家讲，力丸的中文真的不得了，表情纹都可以说得出来。放在包包里天天用，不怕表情纹。如果你像力丸一样是一个爱笑的女生，是一个爱笑的男生的话，我觉得这一支产品你放在包包里面，哎，你觉得当你觉得这个皮肤有一点紧绷或者说不适的时候，就可以随时随地拿来做一个按摩，同时呢可以帮你放松你的表情肌。尤其啊，我觉得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你会觉得，哎呦，我的下颌线跟我的脖子都连在一块了，呀，眼睛特别的肿。但是呢，这一款呢，它上面的这个独特的滚珠，它可以作用在你的苹果肌，作用在你的下颌线，作用在你的这个表情肌，同时呢，在你的眼周也可以来进行按摩，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消除水肿的效果。那我知道之前这个力丸都会随身携带这个按摩的产品。其实大家如果拿到这支产品的话，每天回去也可以像力丸一样，轻松的拥有这种沙龙级别的专业的护理，好不好？感谢人间观察家力丸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模仿挑战。刚刚说过，如果挑战成功，我们要给大家送红包。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准备红包雨了。力丸，你知道红包雨怎么抢吗？点击就可以了，对不对？点击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一会儿这个红包雨下来的时候，就是拼手速的时候啊，大家赶紧去点屏幕。但此时此刻，请大家把精华按摩二合一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迎接红包雨，好不好？来打一下精华按摩二合一，打在公屏上面。哦，大家已经打起来了。那么接下来，请力丸跟我一起来倒数，来，3、2、1，红包雨下！哇！哎，赶紧拼手速的时候，如果你领到红包的话，如果你领到红包雨的话，记得在直播间里面跟我说，跟我们分享一下，哎，你领到了多少钱？如果没有领到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因为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福利。今天在直播间里面下单小颜精华，现在在我们的热门链接啊，刚刚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已经过去了，这个销量已经过半了，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立刻就售罄了。但是就算。这个你今天不买的话，你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只有5000份，好不好？直播间里面下单我们的小颜精华限定礼赠，我们的力丸的海报，刚刚给大家看过那个大海报，对不对？还有明信片是独有的，还有发带，在我们的热门链接，记得一定要入会领取，成为我们以丽丝儿的会员，领取这个10块钱的优惠券。今天直播间下单小颜精华，还可以加赠492块钱的大礼包一份，同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稍后可以参与9:55的系统抽奖，奖品是力丸的亲笔签名照片。大家记得一定要入会啊，我都替你们着急。大家都入会了吗？入会完了之后下单了吗？谢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机会。同时呢，今天也是天猫小黑和黑 life 官方新品直播间。天猫小黑和是全网第一的天猫官方新品频道，汇聚全球大牌一手新品资讯，并和品牌深度联手，共创新品首发、限量定制等多种创新和互动的玩法，让消费者一站式集齐知名品牌的新品爆料、爆款、稀缺、优先享用的资讯和体验。那么刚刚呢，在第一个挑战里面给大家展示了人间观察家的一面，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轮的游戏，有请力丸抓出第二个盲盒，好不好？好的，来，第二个盲盒。哇，又要开始玩盲盒了，我好期待啊，不知道它里面会抓出什么样的东西。好，来看一下。哦，这次是一个黄色的。
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呢？好，找到了，打开来看一下。Okay. 嗯，好嘞。哎，哦，好好，没关系，交给我来就好。好，哎，因为我觉得这上面的字可能会有点复杂哈。来，这个上面写的呢是偶像力丸，我觉得偶像力丸应该是大家最不陌生的一面了。你觉得，力丸，你觉得你自己适应偶像这个身份吗？好吗？但是我喜欢。很喜欢，对不对？我相信大家在做各自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就算很忙，就算很累，但是呢，也一定会充满热情的把它做完。那当然呢，虽然力丸成团的时间还没有很长，但是其实我们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觉得他的状态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自信。力丸有什么样的自信的秘诀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努力，坚持。坚持，重要，重要，努力，坚持非常重要。不管你现在是上学还是上班，不管你从事的是什么样的行业，在对于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都要努力，都要坚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力丸也一直在用他可以表达的方式来传递他自己的一种正能量。其实呢，这个也是跟伊丽瑟尔也是一样的。我相信不管是护肤也好，或者说成为一个好的艺人也好，一定是坚持的努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当然呢，我也相信喜欢他的朋友们呢，一定会希望更多的了解力丸。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向喜欢力丸的朋友们呢征集了一些小问题，带大家更加走进力丸。来，我们的题板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题板哦，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那这里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向喜欢他的朋友们来征集的哈。我来提问哈。那同时呢，会给力丸一块牌子，上面有 A 和 B， 然后你来选择是 A 还是 B， 好不好？好的。那也请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你觉得这一题的答案是 A 还是 B？ 看看你是不是跟力丸一样有一样的答案。首先第一题。校园时代更喜欢哪一个科目 ？A. 数学 ，B. 文学。文学。文学。B. 喜欢文学。好，第二题，想拥有什么超能力 ？A. 会飞 ，B. 可以变成任何东西。可以变成任意东西。可以变成任何东西 ，B. 哇塞。这个超能力真的很厉害，如果可以变成任何东西的话，我想变成伊丽瑟尔的这个我们的小严金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被力丸拿在手上，每天在脸上滚来滚去了。那第三题，不能跳舞和不能吃喜欢的食物，哪一个更可怕？ A 不能跳舞， B 不能吃喜欢的食物，请作答。A 不能跳舞。哇，我相信作为一个艺人来讲的话，站在舞台上散发自己的光芒的时候才是最自信的时候。好，那么接下来喜欢喝哪一种饮料 ？A 茶 ，B 果汁。B 果汁。B 果汁，喜欢喝果汁。好的，哇，今天这些题目真的都可以帮助大家更多的了解力丸。好，那接下来这一题，吃火锅可以接受的辣度 ，A 微辣 ，B 重辣。重辣，重辣，哇塞，看不出来你喜欢吃重辣，竟然皮肤还这么好。我相信跟我们伊丽瑟尔的精华是脱不开关系的，所以大家记得赶紧来下单我们热门链接的小颜精华。而且我跟大家讲哦，吃了重辣火锅之后，脸部很容易浮肿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因为过油过咸嘛，脸部很容易肿，用小颜精华滚一滚，按摩一下，很快就可以消浮肿。相信我，今天先花60块钱把定金付掉，然后把所有的福利先来抢下来。接下来，觉得熬夜更痛苦还是早上起床更痛苦 ？A. 熬夜 ，B. 起床。起床。起床。我相信这很多人都是一样吧。我来问一下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你们每天都熬夜熬到几点啊？大家应该都熬夜。如果熬夜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觉得皮肤有松弛、松垮的现象。这个时候早上起来用一下这支小颜精华，也可以快速的帮你的皮肤进行一个提拉，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按摩的滚珠是可以帮你放松表情肌的。在热门链接，先付60块钱定金，把所有的周边抢回去。今天仅限5000份。好，接下来这一题，喜欢看恐怖片还是喜欢看喜剧片？
恐怖片。恐怖片，喜欢看恐怖片。哇塞，没想到丽丸看起来这么就是腼腆，但是喜欢看恐怖片，又让大家了解到不一样的丽丸，喜欢被吓，对不对？因为刚刚说了学会的新的词是吓一跳。好，那么接下来是事业类的问答挑战了。第一题是，接触全新的工作会紧张吗？ A 会， B 不会。啊、会会啊！我相信大家在做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都会多多少少的有一点紧张，但是一旦是做好准备的话，真的是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全部都安排好，好不好？那么接下来难度升级了，自由回答，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性格。害羞害羞，安静安静，坚持坚持。我觉得这三个字真的是非常的精准，这也是我们一直看到的丽丸，虽然在镜头前有一些害羞，但是呢对于舞台的表现非常的坚持，而且尽管在生活当中可能看起来有一些安静，但只要站在舞台上就一样一定会散发出难以抵挡的光芒，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最喜欢伊丽丝尔的哪一款精华呢？伊丽丝尔小颜精华。伊丽丝尔小颜精华，就是这一支伊丽丝尔的小颜精华。来来来，那么这一支小颜精华为什么可以让丽丸上镜变得更好看呢？因为皮肤紧致，因为皮肤会变紧致。其实我觉得刚刚丽丸已经说到这一支小颜精华最大的功效了，它就是紧致，改善松弛。刚刚我们有提到、它是美容精华和滚珠按摩二为合一，所以呢它可以通过促进肌肤的内部循环来帮助刺激皮肤胶原蛋白再生，实现紧致的功效。如果说你发现你有一些小小的法令纹，或者说嘴角是向下的话，真的这一支精华赶紧用起来。而且我跟大家讲，很多精华，你很多牌子的精华会告诉你说你要用一些什么样的按摩手法，但是它都不用啊，因为它给你做好了这个滚珠，你轻轻的滚一滚就可以达到专业级的按摩手法了。那么接下来我想考验一下我们的精华大师丽丸，多久可以看到效果？四周就可以看到效果了、你想想看，一支精华四周就可以让你看到紧致提升的效果，而且它早上起来的这个消肿的效果是即刻就能看到的。所以今天热门链接60块钱的定金赶紧先付掉。如果你刚刚已经领到了红包，如果你刚刚已经领到了这个入会礼的话，还可以再有额外的优惠。同时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5000份的海报、5000份的明信片，还有特别定制的发带。如果错过今天，真的全部都没有了，每坚持四周，好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丽丸来随机抽取几位喜欢她的粉丝朋友们，来送出伊丽丝尔的大额优惠券的福利。丽丸，你想用什么样的口令来做抽奖口令？小颜精华，小颜精华，好不好？就是手上的这支小颜精华，请大家在评论区刷起来，小颜精华。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随机截图的方式抽取5位，再送上100元的小颜精华的优惠券。来，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送上手机。好，那请大家刷起来哦，小颜精华刷起来，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的直播稍微有一点点延迟。那这一支小颜精华呢，如果你拿到了之后，它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来紧致肌肤，同时呢来帮助你达到一个舒缓皮肤的这个肌肉的这样的一个功效。请大家刷起来小颜精华。好，我们请丽丸来倒计时，好不好？好，五四三二一，截屏。好，我来看一下是哪5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这个100块钱的券。来，一二三四五，第一位叫做枯盖 Ricky 丸，对不对？第二位叫做，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PIGGIE。第三位是爱吃牛油果的面包，第四位是开心的绿茶乌梅，第5位是阿困，今天睡了多久？好，如果有念到你名字的话呢，记得跟我们的客服来取得一下联系，然后呢你也可以把这张图截屏下来，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取得联系，好不好？
那如果你拿到这100块钱的券的话，一会儿在付尾款的时候就可以抵消这100块钱的尾款了。那么当然呢，如果你没有抽到券，抽到优惠券的也没有关系，因为今天给大家准备了5000份的特别的福利，就在我们的热门链接。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在已经过去大半了。现在已经9:36了，如果你还没有下单的话，不要再等了，赶紧下单。在热门链接，我们的小颜精华力丸同款，今天加赠力丸的海报、力丸的明信片，还有发带，在热门链接，而且还有价值492块钱的赠品一份。同时，如果你分享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奖品是力丸的亲笔签名照，在最后的时候会通过系统的方式来给大家抽出。当然，如果你已经下单的话，来，我来看一下啊。哦，我们今天现在点赞是765万。如果你已经下单的话，一边看直播的同时来给我们多多点赞，好不好？1000万的赞应该没有问题吧？所以大家已经下完单了，就来多多点赞；没有下单的，赶紧去下单。好，那刚刚经过两轮游戏呢，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知道接下来力丸会打开哪一个盲盒了。我们来请力丸打开下一个盲盒，好不好？好的。嗯。啊。哎，这个东西很好玩，哎，我觉得自己家里可以摆一个。好，哎，期待期待，蓝色的，好， okay. 来看一下。好，看一下接下来这一题到底是什么呢？哦，这上面写的是武林高手力丸，因为大家都知道力丸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武者，而且很多人都叫他卡点狂魔。你有听过这个称呼吗？啊，听过，听过，很酷，卡点狂魔，哎，听起来很厉害。而且呢，今天这个最近啊，我知道力丸有发布了一段新的舞蹈，用非常有创意的方式演绎了伊丽丝尔小颜精华的按摩方式。这个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开始在刷屏了？你记得这个舞蹈的名字吗？啊，伊丽丝尔小颜舞，1042小颜舞，而且很多人都在超话里面在进行互动，对不对？那你看到这么多粉丝都在跟你互动，你开心吗？啊，很开心，很开心。所以请大家多多的一起来更多的互动，好不好？那么既然这个游戏环节叫做武林高手力丸，接下来就请力丸带来一个1042小颜舞的现场首秀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好的。哇，这真的是第一次在现场给大家展示这个舞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来来来，我们拿上我们的小颜精华，开始吧。哇哦。掌声！哇塞，太棒了！而且现场看，你知道，就是刚刚在跟力丸聊天的时候，他都是温温柔柔、绵绵甜甜的。可是他一做到这个舞蹈动作了之后呢，整个的这个顿点和力道都是非常的精准。这样吧，我们不如就直接来用分解动作来教大家一下，好不好？这个，我们从第一个开始。首先，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啊？第一个动作 1 2 3 4 5 6 7 8 那然后这个算了我学不会。没关系，大家跟着力丸学好不好？好，那这个做完了之后就要来紧致眼周了。眼睛紧，这个动作呢其实是代表一紧致眼周。那接下来是1042是零嘛，对不对啊？零苹果肌，对，零就是来帮助你按摩苹果肌。四呢？啊，四啊，珠白边上。嗯，那这样，这是帮助大家来应对面部的表情肌。最后是二，这个下巴，对，下巴就是来帮助你提升你的下颌线。而且真的，我跟你讲，我坐在力丸边上，我看他的侧面下颌线棱角非常的明确。真的，大家如果想要保持自己的这个紧致的皮肤线条的话，跟这个我们的力丸一起来做1042小颜舞，好不好？然后呢，把这一支我们的小颜精华带回去，简单四个动作来帮助大家紧致轮廓，绽放水玉光。
好的，那既然今天丽丸又给大家教了这个舞蹈的话呢，我们请丽丸再来召唤一波更大的红包雨，大家把1042打在公屏上面，让我们来迎接一波红包雨，好不好？1042，赶紧打起来！1042，打出1042。好，接下来我们来倒计时，来，3、2、1，红包雨！哇，如果你领到红包雨的话，记得赶紧去下单，因为它这个下单了之后，或者说你在付尾款的时候，红包雨都可以来使用的。当然，如果你没有抽到优惠券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福利要来送给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热门链接，把我们的小颜精华今天一定要带回家，限量5000份。并且今天在直播结束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了，看不到明信片了，看不到海报了，看不到发带了，只在今天的直播间，只在今天直播间的链接里面，不需要任何的备注，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而且只要付60块钱，7月30号在超品日的时候再付尾款就行了，这个时候你拿到什么优惠券，你拿到什么样的抵扣券，你直接去抵都可以，好不好？那么当然呢，今天你现在把我们的直播再分享出去的话，在我们9点55分的时候还有机会可以获得丽丸亲笔签名的照片一张，所以这么多的优惠，赶紧下单，赶紧分享。那同时呢，今天也是天猫小黑和黑 life 官方新品直播间，天猫小黑和是全网第一的天猫官方新品频道，汇聚全球大牌一手新品资讯，并和品牌深度联手，共创新品首发、限量、定制等多种创新和互动的玩法，让消费者一站式集齐知名品牌新品爆料、爆款、稀缺优先享用的资讯和体验。那刚刚看完了精彩的1042的小颜舞的首秀，接下来我们只剩最后对，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对，请丽丸为我们大家揭晓。在丽丸揭晓的同时，我跟大家说，我们的礼盒，我们的这个套装，5000份的套装还剩最后1000份，我们挑战一下，今天在10点之前，我们把这1000份看看可不可以大家都抢完，好不好？因为真的太不容易了，就是可以把这么多的福利都放在今天的直播间。哦，你拿到了，这次是一个黄色的，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呢？哦，来看一下，哦，哎，这个叫做超拼丽丸，哇！说到这个，大家都知道丽丸是非常努力而且非常拼的一位艺人，对于舞台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我想问问丽丸，印象当中最深的超拼的经历是什么？就是暖团啊，成团的时候，成团的时候，对不对？我相信这个 Into One 的成团夜应该是所有人都非常难忘的一个晚上。那么说回今天的这个题目，超拼丽丸的游戏规则呢，需要丽丸在3分钟的时间之内拼出尽量多的拼图。哎，你擅长拼图吗？马马虎虎，马马虎虎，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道具。哦，这里面有好多哦，这是12张，然后呢，一共有3份拼图，我们要在这个上面把这个拼图拼出来，好不好？一共有3张哦，是三份，开始，好，好的，没关系，先贴，哦。哦，哎，这个可以耶，厉害。好，下一个，应该这里吗？哎，是这里吗？哦，真的。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题就答对了哈，这一题就是我们的小颜精华提拉轮廓紧致眼周。同时这也是今天的丽丸同款，在直播间里面限量5000份，现在最后只剩下3位数了，大家赶紧下单，先付60块钱把定金付掉，把所有的福利先抢下来，错过今天永远不会再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今天的机会，不光是在直播间里面把这些周边带回去，而是这一支精华真的可以帮助你来排水肿，真的帮助你来塑轮廓，真的让你的皮肤看起来越来越紧致，越来越小脸，同时让你的轮廓线变得跟丽丸一样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帅气，这么的漂亮，好不好？来看一下下一题，来，我们把题板给我，好，下一题来啊，好的。这个好，这直接拼出来了，就是一个精华。哦，哇，
啊，哎，这一瓶精华其实呢也很厉害，因为它是一个小磨瓶精华，这瓶精华就是可以带给你皮肤非常多的能量，它呢比较适合有更加进阶的抗老需求的人士来使用，好不好？那么来看一下最后一瓶精华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拼出来是什么呢，来，我还可以更快，还可以更快、okay. 好，来挑战一下，哎哦，哎，真的很快，掌声鼓励一下。这一瓶精华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拥有 AI 黑科技的精华了。那这三瓶精华呢，都是伊丽丝儿非常非常明星的精华类的产品，大家都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那么当然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的三个链接里面的这三瓶精华都在里面。那我相信丽丸对于图片上的这些产品应该都很熟悉了，对不对？啊，都是伊丽丝儿的精华，没错。那这个作为品牌的精华大使呢，会给大家带来很多不同的精华。那你知道伊丽丝儿精华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吗？啊，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中文真的越来越好。胶原蛋白都知道，那胶原蛋白其实对于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物质。但是你们听我说啊，胶原蛋白如果你要通过外界补充的话，是很难补充进去的。所以呢，要通过各种各样的科技的手段，让皮肤自己长回胶原蛋白来，让它生成更多的胶原蛋白，由内而外来绽放水玉光。那伊丽丝儿的这些产品呢，都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达到这样的功效的。那刚刚我们完成了这个超拼挑战嘛，对不对？那又要来给大家抽奖了，我们的口令是什么呢？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来，大家来刷一下屏，打出胶原蛋白，我们就把五张100元的小颜精华的优惠券的福利来送给大家。我们还是通过截屏的方式来抽取，好不好？来，请大家打出胶原蛋白四个字，请大家打出胶原蛋白。好，那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延迟哈，我们请丽丸来帮我们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哦，截屏送给大家。我来看一下，第一位叫做一二三四五，好，这五位，第一位叫做丽丸，看我，看到你们了。第二位叫做RIKIFAMOSO， 第三位是捡垃圾养老婆，第四位是 YLLUCK66， 第五位 TPNICK 下划线 R5LQP。 来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有念到你名字的，如果有念到你名字的话呢，记得跟我们的客服来取得联系，或者你不确定你有没有中奖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客服会主动跟大家来取得联系，为大家送出这个奖品。好，那当然呢，如果你没有中奖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今天最重要的是把丽丸同款的小颜精华带回家，在我们的直播间热门链接。我们问一下工作人员，我们最后还剩多少了，好不好？因为随着我们的直播的时间的逐渐的过去，我们最后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库存也越来越少了。把海报再给我拿一下，好不好？我们得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在直播间里面我们会有丽丸的大张的海报，这么大的海报哦，还有丽丸的明信片，这个明信片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只在今天直播间里面特别为大家准备的全新的周边，还有一个发带，哦，对不起，发带被我弄在地上了，还有一个发带，那这个是只在直播间里面有的，同时还会送给大家价值492元的大礼包，所以一定要在直播间里面下单。如果今天直播结束了，或者5000份一旦卖空，绝不再加货。周边就这些，绝对没有了，所以大家可以把海报带回去，然后放在你的床头，放在你的梳妆台上，放在你的写字台上，每天都可以看到自己心目当中的偶像，同时呢也用小颜精华让你的肌肤变得更加的紧致。那么同时呢也请大家把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人，稍后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系统抽奖了。还记得奖品是什么吗？丽丸再给大家提醒一遍，我的照片，照片哦，而且是签名照片。那么刚刚呢，其实几款精华刚刚都已经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其中有包括是伊丽丝儿的这个精华呢，有一款精华它里面用到的这个科技呢，是可以让
胶原蛋白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而且这个发现是获得 IFCC 的最优秀奖的。另外你有听过这个奖吗？啊，有听过。很专业的奖，很厉害。我跟你讲，IFCC 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化妆品界的诺贝尔奖。那么并且呢，它可以让肌肤生成更多的胶原蛋白来保持弹润紧致，是不是很高级？伊丽莎好厉害，好厉害。哎，其实我觉得这三款精华啊，大家今天先买这一支就可以了，先买这一支就可以了。另外两支我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如果你想买另外两支的话，我等一下在九点之后，在十点之后我再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先，如果你还没有下单的话，先把我们的滚珠精华先来下单。那同时呢，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滚珠精华呢，它是精华按摩二合一，精华按摩二合一，所以呢它可以帮助你的皮肤来达到一个紧致的功效，那同时呢还可以来让你的皮肤来达到一个小脸的功效，配合这个滚珠按摩效果就非常好。我们请丽丸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可以在脸上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哇，你看它其实是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就是它这个小滚珠是可以正好卡在你的下颌线的部位，并且如果你要按摩你的法令纹这个或者你的苹果肌的时候，它也是正正好好可以按摩你的苹果肌和法令纹，是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就跟你去专业的按摩师帮你做的按摩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可以帮你起到一个紧致肌肤的效果，而且呢刚刚这个按摩手法大家都已经学过了嘛，1042小颜五，那么按摩的时间是多少呢？请丽丸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3分钟，也有6分钟，有3分钟，也有6分钟。所以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呢，你就可以用一个6分钟的按摩，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早上起来，哎呀，好忙啊，我要早赶紧去上学，我要赶紧去上班，就可以用一个3分钟的基础版，帮助你来排水肿，帮助你来紧致肌肤。那么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小颜精华的话，会是什么呢？紧致，方便，四周，紧致。方便，四周，紧致，使用了小颜精华可以帮你起到紧致小脸的功效。四周使用我们的小脸精华，四周就可以起到小功效，同时它很方便嘛，对不对？因为它相当于带了一个按摩头了嘛，你也不用再插电，也不用再涂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就在我们的热门链接里面，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记得先把我们热门链接的这一支滚珠小颜精华加到购物车里面去，先付60块钱，先付60块钱定金。哎，你要知道这些周边你买一买，自己去做一做也都不止60块钱了，你先把60块钱定金付掉，把这些东西全都抢下来，你还可以拥有一支同款的小颜精华。哇，这只在直播间里面才有的这个福利，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精华，我一会儿再跟大家再来这个再来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那么当然我们刚刚说到，如果说你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抽奖了。好，现在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我们进行一个这个抽奖，请大家先来点击一下屏幕上方的关注按钮，同时呢再去入会成为伊丽丝尔的会员，同时呢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这样的话9:55系统抽奖，奖品是丽丸的亲笔签名照片，奖品是丽丸的亲笔签名照片。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吗？可以开始抽奖了吗？9:55哦，还有最后的这个几秒钟的时间，大家赶紧分享，赶紧分享，然后没有入会的赶紧入会，赶紧没有入会的赶紧入会啊！我们工作人员说要10:05再抽奖啊，10:05，那一会儿吧，好不好？10:05再抽奖，不好意思啊，大家先不要走开，10:05再抽奖。那这样吧，本来说12张对不对？我再多送3张给你们，好不好？要不要？要不要亲笔签名照片？本来说12张，我再多送3张，送15张亲笔照片给大家，要不要？要的话打一个要，好不好？打一个要。同时呢，大家关注一下直播间，然后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好，那接下来，这个我要跟大家说，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一些今天的特别的福利是只在今天的直播间的。那么呢，我要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你可以拿回去的这些所有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在热门链接，来把我们的海报给我好不好？在热门链接，今天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丽丸的
这个海报，请立完给我们展示一下。哇，立完的海报非常非常的帅气，侧面看这个下颌线极其的紧致和饱满，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今天只在直播间里面为大家特别带来的限量的周边，还有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我们立完的这一张明信片，还有一张明信片，还有一个特别定制的这个发带，还有一个特别定制的发带，仅限5000份，仅限5000份，已经卖完了，对不对？已经卖完了是吗？卖完了是吗？给点掌声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所有观看直播间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5000份全部售罄了，所有的周边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全部售罄了，而且我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点赞量，刚刚我说我们来冲一下1000万的点赞，此时此刻我们已经要达到1500万的点赞了，再给大家一点掌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立完要不要说 Thank you for your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所以我刚刚给大家说再给大家送3张签名照，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截屏抽奖，本来只有12张签名照，额外再给大家加3张签名照，我们请立完为我们说出口号，截屏的口号好不好？水浴馆，水浴光，大家打出水浴光，大家打出水浴光，在弹幕里面刷水浴光，再为大家截屏抽出3张立完的亲笔签名的照片，感谢大家在直播间里面对我们伊丽丝儿这么大的支持，谢谢大家。好，水浴光都打起来了吗？好，我直接用这一支来抽奖了哈，来，我请立完来倒计时啊 ，OK， 3、2、1，截屏来看一下。哦，第一位叫做，好，第一位这个名字我不念了啊，第二位叫做达拉崩巴稀里哗啦，最后一位叫做LINBEE， 一共是3位，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一个特写，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哇，太好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一直在直播间里面的陪伴。如果说这个你中奖的话呢，记得来联系一下客服来领取你的礼品。那么当然呢，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的跟立完玩了很多的游戏，而且我看到弹幕大家都在非常开心，然后呢很难得这么近距离看到立完，而且呢可以听立完说这么多话，对不对？每一个都是不同的惊喜，每一面都是最好的立完。今天非常感谢立完带来这么多的惊喜，谢谢你啊，谢谢辛苦大家。那当然呢，非常感谢今天来看直播的所有的朋友们，也希望伊丽丝儿能帮助大家来找回自己最好的一面。我不知道大家今天玩得开不开心啊，先不要走开啊，因为我一会儿10点之后我还要给大家送东西，而且我还给大家准备了正装的礼品要来送给大家。如果你们想听我再跟你们聊聊天，看我不觉得讨厌的话，请大家不要走开好不好，再跟我多聊一会儿。再提醒大家一下，伊丽丝儿天猫超级品牌日一直持续到7月30号，想要买买买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一次的优惠大促，锁定伊丽丝儿天猫旗舰店，更多福利等待着大家来探索。最后再次感谢伊丽丝儿品牌精华大使Intuone立完，今天辛苦啦，期待下次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立完。在离开前最后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的吗？谢谢大家看这个直播，谢谢啊，下次见，下次见，也非常感谢立完，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大家，谢谢立完，哇，非常感谢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哎，最后再给自己一点掌声好不好？我看到弹幕里面你们发一个这个鼓掌的表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